恭喜恭喜，蜜月油饭加鸡腿你吃了。了不起了不起，蜜月蛋糕啊你也切了。那借一步问个话，这种蜜月照你留不留啊？就放着放着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不得了不得了，当年的宝宝现在都多大了，桌垫子一掀开竟然还收藏着各路人马的宝宝，这人啊堪称是稀世珍宝。因为有网友举手发问了，请问大家收到的亲友宝宝蜜月照都还健在吗？现在目前桌上有三张。有三张？一直以来也吃过很多个油饭，居然只留下三张。对啊。上面有他的照片吗？没有。 你没有用，因为来不及。那你事后有觉得好可惜吗？还好啊，因为觉得那卡片会被人家丢，容易被丢掉。你也吃了很多的蜜月蛋糕油饭，那照片你都有留着？有啊，放在抽屉里。啊，你真的都留着？对啊，因为就自己这样想，觉得对别人也不能这样。哦，就将心比心。对啊，对啊，也不好意思丢掉别人的小孩这样子。亲爱的妈咪，将心比心，那大家可还记得当年拍照证明永结同心？那请问您的婚纱照还在吗？要找一下，下落不明这样子。对，你们的婚纱照有留着吗？没有拍啊，60年的时候在补拍。没有拍婚纱照就觉得可惜吗？不会啊。真的吗？那拍的不是后来都没吊起来吗？毕竟啊，就像这样。希望他们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最后啊，这些蜜月宝宝照片，你可记得放到哪个柜子？华视新闻黄敏慧、方晴年台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